哦啊，很高兴看到你 ，Sir or Madam， 无论是先生还是女士呢？啊，你会不会要来到这个底层呢？我也是的，我们来比比看谁先到吧。啊，我让你先。好，我先。嘿。啊，市政厅这边应该是可以回一楼吧。应该是有电梯可以坐，先去把电梯开了吧。你看，连这个捷径都跟血缘诅咒一模一样。而且它的操纵性嘛，也不能说很烂。就以这个游戏来讲，我觉得也 OK， 其实它没有很恐怖啦，它是比较诡异而已。哎、欸，哦，一定要在射程内才打得死哦，不会吧？干嘛还有红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红色打不到吗？哎、欸，等，我靠！被炸了之后还会喷一堆无敌古怪的东西，是要人命吧？我子弹不够，哇！屌耶！还活着吗？哎、欸，被我打死了，爽！子弹不够了，应该去洗子弹了。那、啊、我应该先棺材洗个一小时子弹的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他可以的会跟你讲可以调查，然后不可以的就不可以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打到嘞、欸，哦，可以打一条血好多、哦，而且螃蟹血还蛮多的。妈把血洗到 99， 把子弹洗到 999， 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打得赢我。血换子弹也是可以啦，因为它是动物啊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
不行，因为它 loop 会 loop 在你最后一个拿到的那个数量之前，所以你那个方法应该是不行的。我觉得应该是不太行。50发够了啦，走了。哎，入眠恩。有时候判定会怪怪的、God， 我这太痛了吧！哎，不是，我要输了。他妈，这狗屁游戏我怎么会第一名啊？那美国人是有那么喜欢那个吗？血缘诅咒吗？哎，老美到底有什么毛病没有？血缘诅咒那么好玩吗？妈妈乐哎！会慢慢的撸过来，你看。哦，还在。麻烦是上面那一只啊，这只不要跟他硬干好了，找路好了。有没有聪明人的做法？靠腰的，干嘛？这也太血缘了吧！不行，玩这个游戏失去我们的气质。
有些怪还是不要硬跟他们打好了，子弹也是要留一下。啊干！你还卡后嘞？其实，其实这游戏子弹不够好洗，血不够比较麻烦。但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还是可以避战的，不见得一定要打。避战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。啊、这款游戏还真能玩 Speedrun， 我跟你说。靠腰，干！哦，他妈设计这款游戏的人是有那么毛病没有啊？关灯好像不会被他看到，对，好像有，我刚有发现，比较不容易被看到。可是如果你要找那个子弹那些，就一定要开灯才照得到。可以，可是我不想浪费子弹。可是我觉得这款你只能说致敬血缘啊，我是觉得它本质跟血缘诅咒还是差很多啦，就是很就是你会感觉到它是有致敬的感觉在，可是我觉得它本质上你还是不能把它当成一样的游戏。
你看，刚刚那样就有被看到。可是因为怪有时候怪也是要出现你才看得到它。对，手电筒要照到子弹才会出现，或是有光源的地方。你看，现在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，我不知道这个判定到底是怎么样，而且有些是照到才会出现。我不得讲，这篇概念真的很不错。什么东西 ？Goodas ahead， 请远离。Goodas 是什么东西？差一点又被他阴到了。杀掉他好了，刚才本来不想杀他的，我想只要拿个子弹就算了，不想浪费子弹。好，你不要以为这血很多，这血一下就没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我知道刚刚上面那应该是电梯了，我先去把电梯打开，那等一下要再重走一遍，右边那个应该是电梯。对啊，就超黑魂，超级黑魂 feel 的。嗯，应该快到了。你看我那条红红的已经很长了。包会不会再往上提升就是了。我要在每个洞都塞一支，
干嘛打不到，还要浪费三颗子弹，靠呗。这样其实没有赚呢、欸，这样其实我是在浪费子弹的。算了，那次就放弃吧，打不带到。我要囤子弹，还是用睡觉方式囤好了。靠！不要恋战。哦啊！哦，刚刚我娘进来拿东西给我，吓我一跳。子弹有点不太够了。欸，有个笔记。I heard the old king wanted the jailer's head. 哦，欸，jailer 是什么？我忘了。他说什么老王想要那个谁的头？我不知道想要谁的头，随便啊，关我屁事。你才二十？没有。我不要开二十四小时，你疯了！也不会有早餐台这种事的，想得美。好，我听说 Jailer 晚上会去，要被那个老王给查核了，要被查核了。我听到了尖叫，从老王的地牢里面传来的尖叫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赶紧点！但我不要虐待自己的肝好吗？就我大概再跑一层吧。哦哦哦哦哦！把钥匙这边收一收，等一下差不多打完了。我听说 Jailer 没有再回来了，哦，那就被老王给干掉了。哦，这是 Jailer 吗？是 Jailer。他很忙什么？他上半身都不见了，忙什么？老王的地牢，请小心，24颗，哈，还有20颗的空间，没有问题的。等一下打老王了，老王在哪里？哦，好爽好大。
屯子弹区。你说 Shadowverse 有啊？我们应该蛮多人有玩吧？但我不知道要怎么账号的问题。你们是 Steam 吗 ？Steam 的话，应该是一定要分开绑吧？而且它伤害会累计的样子。我觉得不会耶，我觉得比较像，其实这款你说真的，我觉得比较像致敬，不算抄袭。说实话，你要我去讲，我觉得这款真的比较像致敬，不能算抄袭。都用 Steam 办，你就看你们要不要开两个 Steam 账号啊，也可以啦，那是另外一个方法。你不可否认，他有，他绝对有，他绝对有那个他的影子在啦。这款绝对有血缘的影子在，这个是没话讲的。比较大问题，这操控还是很微妙的。走错了，还没走好。我还有跟血缘一个很一样的要点，不要贪刀。还没有，不要弹刀就行了，是不是？真的蛮好玩的，没有，这边不用钱。
而且他的故事背景你应该要都要用对话才拿得到，这点也跟雪原很像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一颗种子，他死了。哎，他长得不是跟我一模一样吗？是一个 seed 是什么意思？他应该不是种，应该不是种子这么单纯。靠，一个跟我一样的冒险家这样挂在里面了，一定是他技术不精。回一下血。欸，这等等，我怎么回来了？